可以吃啊，然后陪家人，只是说在保持惭愧心，利用这个吃素的时间来引导他们吃素，来跟他们谈佛法。那你能够做到过不食，那是你的因缘具足吧。所以这一条各位就这样了解。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去受沙弥戒啊，真华长老我经常这样讲，那过不食，啊，大家也说好啊，晚上不能吃饭，好啊，真华长老嘛，吃面，大家觉得真华长老好慈悲，好幽默，他真的晚上吃面，但是他认为做个菩萨，你要随顺众生，你要有体力，啊，现在不是8:30就可以睡觉了，你要忙。不要光管自己，如果你体力好，那你可以做到过不食，又能够，你不能说过不食干扰到别人的生活，啊，甚至懒得去利益众生，也弄到自己瘦巴巴，没体力，脸色苍白，那也不好。这一点各位还是站在利他，就像我去戒场受戒啊，然后当然戒师还在告诉我们过不食，结果到了晚上，哎，你看我看你都是面包，没有面没有饭，都是面包。然后大家你看我可以吃吗？明明是那些尹女士拿来的呢，还有牛奶啊。结果尹女士一来说没关系，过不食，大家保持戒律，肚子饿了还是吃，因为晚上不你吃我也吃啊。这个不是犯戒，就是说菩萨道你自己决定，但是千万不要自己没吃就看不起吃的，也不要自己吃而哎呀你这个修小乘的你不吃，那个人决定。但是重点在于动机啊，利他，那这一点我强调。那如果你是个家庭主妇，你也不煮饭，也不跟亲人吃饭，那你这个是颠倒了，你这个错啊。所以各位注意啊，所以把握重点，吃的时候你还是说能吃，但是你知道你是陪众生的，你是利他的，那你当作药来利他，那可以的。所以。如诸佛尽行受，过不食，我弟子念名字众等，一日一夜乃至受戒期间，过不食，能持佛，能持。再来，我弟子念名字众等，受持八戒，随学诸佛法，是名不杀不绝。好，再来我们要回向。当然各位如果以后在家里你可以念三遍这个八戒啊，让自己非常强烈的印象，这样最好。那再来我们叫回向，做任何事情善业都要回向给众生啊。这里面回向的内容我也解释一下，我持戒行，我这样持戒的行为庄严其心，让自己庄严了自己的菩提心、悲心啊，令心喜悦。你看，我依教奉行，能够安住在持戒的解脱、平等的空性、难忍的大悲，又能够圆满菩提。哎呀，我很高兴啊！啊，广修一切相应圣行，那利用八关斋戒这段时间，念佛、忏悔、诵经、持咒、放生、护身啊，帮助老人、救济穷人、布施便当。各种你都去做啊，所以广修一切相应于菩提心的殊胜行为，那你这样才可以成佛啊，求成佛果，究竟圆满。所以各位，你为了要成佛，你不能说我只喜欢放生，我只喜欢读经都不行啊，万行无愧，万德庄严，而且所有众生，各位最好这辈子你有福报，地球每个角落你都要去一下，每一种有情无情你都要接触一下，所有宗教你都要去啊，跟他们回向，也去关心他们，所有物命都要，结果要就像个大事业家一样啊，开一个公司，开两个公司，做一行，什么你都做，大集团。世间是如此，只是动机是私心。那我们虽然动机是好，当然什么都不干，那你不变成个人解脱吗？什么都要干，而且干的比世间的皇帝、大事业家都做好，因为我们做的是。第一叫佛行事业，而且是贤结千佛，佛行事业啊，那你当然要广修功德了，所以这样才能够究竟圆满。那我们要这样回向。
所以各位啊，这样发愿来跟我念：我持戒行，或是念戒恨，庄严其心，令心喜悦，广修一切相应圣行，求成佛果，究竟圆满。不是嗡婆利智达摩多巴呆，嗡婆利智达摩多巴呆，嗡婆利智达摩多巴呆啊，你知道圆满菩提心的咒，圆满愿，戴亚他班扎安者呀，阿瓦波达那耶梭哈。再来回向，还念的是这样：我发无上最上心。我们今天大家发起无上最上的菩提心，为诸众生不勤有。做个菩萨不是你人家来找你，你才跟他谈佛法，要想办法自己去创造因缘接触众生，啊，想为所有众生做不勤之有。所以各位早上喜欢早起床的，到公园去陪老人家打太极拳运动啊，然后呢跟他谈一谈啊，你是做什么的，才能顺便让他们懂得吃素啊、念佛啊，来讲讲佛教故事给他们听，就这样。那晚上呢？晚上去公园卡拉 OK。对不对？如果八关斋戒卡拉 OK， 你要去菩萨，你又不喜欢，但是跟他们唱，哎呦，这小子唱的比我们好听哎，又带可乐给我们喝哎，又这么微笑了，还跟你交朋友，交朋友，哎，我们没有爱染心了，没有有所求，目的呢，把佛法给他们，是吧？啊，所以有一次我记得我出家三年，我去日本，那些团员说，师父晚上我们去卡拉 OK， 你去吗？我们考虑了老半天。到底去还不去啊？不去，师父你跟我们出来，那去好吧，去吧。一去回来说哈，原来不是光我一个出家人，日本和尚很多在卡拉 OK 啊，他们可会唱。那我自己当然我不唱流行歌曲，但是总要我唱一两条，我都唱个比较端正，那这样他们欢喜，欢喜以后我和而不染，我们叫风流不下流。我当然不会在喝酒，不会在那边乱，但是我们要令众生欢喜啊！当然有人批评我，海涛法师天天带团出国玩，你到底有没有出家？你还在赚钱？你不了解我，我也不会解释，因为这样可以让大家去欢喜，又是一个这个旅游也是个好事，又带他们吃素，然后呢在车上大家讨论佛法，再经过寺庙教堂，大家去做礼拜，这样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。而对佛法升起了一个欢喜心，所以各位要这个不请之友，是说任何一个众生，有形无形，你要主动的去接触他，把佛法给他，因为这才符合无上菩提心。所以圣菩提行，善所行，所以这个殊胜的菩提心的造作，那么是希望能够圆满善所行，善巧方便成就。成佛世间广利益，那这样才会成就佛道，以这个菩提心能够对整个世间做广大的利益。愿我趁是善业故，也愿我们及所有众生以菩提心受八关斋戒所做的相应善行，这个善业此事不久成正觉，希望大家都赶快成佛。各位众生病得要死，如果有更多的医生投入于，那这样可以帮助多少病苦轮回的众生啊！你千万不要说那是医生的事情，跟我没关系。每个人都有责任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大家多受八关斋戒，广用善行，回向给所有病苦的人，回向给所有往生者，回向给所有制造这叫传染病的、禽流感的、各种世间流感的、各种业障疾病的这些冤亲债主，都回向给他们啊，也替他们忏悔，消除业障。要这样，所以我们。为了如此，我们一定要发无上菩提心，为了众生一定要快速成佛，说法饶益于世间，能够讲出离苦得乐的方法，对这个世间所有轮回众生能够帮助他们解脱众生三有苦，能够帮助众生脱离这个三有，叫欲界之有、色界有、无色界有，反正是在三有，就是三界的众生通通是痛苦啊，哪怕做个上帝，虽然无很久的福报，但是福报享尽还是会轮回，所以我们要，所以无上菩提心
是要把所有众生让他们离苦成佛，成为我们精进的责任，而不是等到成佛是现在就开始铺路了，累积功德，然后要求自己赶快成佛。那现在把这个缘分结好，将来你成佛就可以摄受他们。那这个回向发愿就要念三遍啊，请观音，我发无上最上心，为诸众生不勤游，胜菩提行善所行，成佛世间广利益，愿我趁是善业故，此事不久成正觉，说法饶益于世间，解脱众生三有苦。发愿。第二遍，我发无上最上心，为诸众生不勤游，胜菩提行善所行，成佛世间广利益，愿我成是善业故，此事不久成正觉，说法饶益于世间，解脱众生三有苦。就是第三遍，我发无上最上心，为诸众生不勤游，胜菩提行善所行，成佛世间广利益，愿我成是善业故，此事不久成正觉，说法饶益于世间，解脱众生三有苦。再跟我念更多的回向文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，愿生西方净土中。九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不退菩萨为伴侣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我们念十句阿弥陀佛，一念乃至十念，愿往生当下往生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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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同生净土。再来回向现世者，人道、天道、阿修罗道，所有业障者、病苦者，你关心你家里的所有人，念所有法师，所有每个人都在玩手机的，我们这个手机有佛法，希望手上拿手机的，不管他有没有打开，他都得到这个加持，得到这个同享功德，那广结一切，只要有手机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散发出我们大家共善业的功德，透过卫星，我们的所有的功德融入于卫星频道，这个卫星遍一切处，就像我们的心无上菩提心遍一切处，所以一切有情一切无情都能够同享功德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，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，南无药师琉璃光如来。好，那各位呢，你了解了佛法，今天你在家里，但是你的心遍一切处，有无上菩提心，以空性做基本，这个空性就是你跟万事万物所有有情都有连带关系，都互相依靠，没有单独的存在，有这个空心而对我们所依止依靠的这些所有父母友情
愿他们都离苦，升起这个大悲心。可是为了如此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成佛，也带着众生成佛。那各位要开始做这样子的修行。那谢谢各位的，大家一起修行。那今天开始努力吧，上班的上班，做事的做事，都怀着呼吸心的持戒来广结善缘，广修善行。生命电视台的存在，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，让大众能够感受到。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，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-5232，1996-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阿弥陀佛。那今天我们要请湛严法师呢来介绍金刚杵。我们看到后面坛城有好多的金刚杵，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吗？那我知道金刚杵呢，它又叫做嘎达。那现在可以请师父来为我们介绍吗？好，我身后的后面有很多的这些金刚杵。那金刚杵代表本尊啊，因为我们去跟上师求法，求法回来一定要修啊，如果没有修，就是对上师不恭敬哦，要用法来供养上师。所以我后面这边啊，最高的这一只，好，我们看到的这一只，那是十一面观音的金刚杵啊，上面是阿弥陀佛，代表阿弥陀佛啊。一般材质是这种是铜的啊，铜的，还有一点铜锈了。好，那师父现在为我们介绍金刚杵的材质。好，一般像这一只啊，这只金刚杵是慧寂金刚啊，上面是释迦牟尼佛，那是属于鎏金的，鎏金的一般都是铜的，鎏金的比较特殊哈，这是属于慧寂金刚杵。所以在看到上面的佛像就可以分出来了。是。好。还有就是马头弥勒佛，是供的修马头弥勒，所以马头弥勒也代表观心菩萨啊，因为观心菩萨要降伏这个魔的时候，是一只白马，从他身体跑进去之后，跟他合而为一之后。这只马变成白马，从他的头上冒出来，所以这个代表这一个金刚被他降服了，这魔被他降服，变成金刚护法。然后呢，这只马因为它的业障太重，所以这马变成青色的。一般这马会代表青色的马。嗯，那这是一种金刚杵。所以它这个材质是铜的，铜的，然后它的铜身，然后它是下面是铁的，铁的。金刚杵好像下面都是尖尖的哈。对，就是代表金刚杵，就是金刚不坏嘛，吹破一切。磨难，所以金刚就是可以吹破所有的障碍，就用尖尖的来吹破的意思哈。那这一只是铜的，这叫普巴金刚杵。普巴金刚杵，这是说要修法去供养。普巴金刚杵是不是一般我们比较常看到？对，一般常听到是普巴金刚比较多。还有我们唐密的唐密的杵，杵跟林，一般刚才讲哦，杵里面有分。一孤杵是，这是三孤杵，然后这是五孤杵，还有灵跟灵配合，代表一组，代表慈悲跟智慧的双运。然后这边还有藏传的杵。好，师父，你那个不够拿，我帮你拿一下。我有准备这个法器哦，要慎重一下。我有这个都带来了。不是啊，这个不行，让别人碰哦，不可以拿哦。为什么修法的法器都是自己修法人在用哦，这样子不假他人手之手哦。所以可是我有戴手套不也是不行吗？不行哦，这样子啊，不好意思师父，对不起。那大家要注意一下，这个是修法的，我们要慎重哦。好，不好意思，那师父请继续。好，这个是我们藏传的五孤杵，它是合起来的它是一般的唐密的是分开的上面是没有连接起来的，代表愤怒尊。对，是看上面就知道了。对，看上面就知道了。有合起来跟没有合起来的。对，这是属于藏传的法器，合起来的。好，藏传的法器林跟杵，刚才讲的他们是属于一组的，叫做佛、佛父，这叫佛母。然后呢，上半身代表佛的身像林的话，上半身代表佛的身，下面这个林代表佛的羽
然后里面有那个舌头啊，像诵经的意思，所以摇铃的时候就是这个铃杵在加持诵经啊，这个意思。然后铃杵一般如果把它合起来，这样又代表一尊佛，叫毗卢遮那佛。一般有的上师会加持众生的话，会拿这个这样加起来的铃杵合起来放在头上加持哈，就是毗卢遮那佛的表法哦。阿弥陀佛，一般他们会拿那个手鼓，手鼓代表北方那个不空成就如来的化身。我这边就没有，因为平常没有在摇。所以师父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修法就是要一个铃跟一个杵，还有一个鼓，还有一个鼓，三样。对，这三样是最常用的。有没有说只有一个金刚杵而已？金刚杵比较不会，他们都会是铃杵还有鼓一起的。好，对，好。然后现在再继续介绍这个是水晶的，不同材质的，这是水晶的五姑杵，这也是五姑杵。这是专门修金刚萨埵用的。一般金刚萨埵会修法的时候叫你握在手上，然后持咒加持这个法器，也会拿这个法器代表本尊去加持众生。好，这个也是修金刚萨埵。好，那师父，你有没有想说，这阵时期啊，就是会拿不同种类的来修呢？一般都一个时间，看平常把这个法都修完之后，这个时间如果有像现在肺炎萨斯啊，我们就会专门修千手观音嘛，就看当时有什么状况，我们就修那个法来回向给众生。好，那一般的话都是重复修行的，每年都是这样，每个法都是一直每天咒语都是一些，看你定量去持它的咒，不能间断这样。对，这个是刚才遗漏掉的，这是慧基金刚杵，还有五姑杵小型的，为什么呢？一般的比较适合佩戴外面啊，在外场的时候，你去比较远方的地方去修行的时候，比较好拿，比较轻放的，放在包包里面的，它属于象牙材质的，主要是携带方便。对，携带方便。那一般我们可以取得的就是这个。对，用这个有很多人把这个金刚杵小只的佩戴在身上，也可以保护自己。因为金刚脚吹破一些磨难嘛，一个这个意思哈。是是是。那师父，你有没有这么多只金刚杵？有没有自己比较偏好的？比较偏好的，其实没有，都是一起修。就一起好。对对对。那师父今天为我们介绍的金刚杵，那在这里先告一个段落。还有更多的神奇宝贝，期待吗？那我们下回见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护生功德殊胜行，无边胜福皆回向，普愿沉溺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，十方三世一切佛，一切菩萨摩诃萨，摩诃般若波罗蜜。
你所不知道的天降月、小神通月功德日的由来。慈悲海涛法师开示。农历九月份是个很重要的月份，西藏佛教称为天降月或小神通月。释迦牟尼佛到天上为佛母摩耶夫人说法长达三个月，世间的国王、佛弟子都很思念佛陀。后来，弟子至天界恳请佛陀重返人间，佛陀慈悲允诺，将于七天后，农历九月二十二回到人间。佛陀为什么要到天上这么长时间？有三个原因。第一，为母说法以报千恩。因为悉达多太子出生七天后，摩耶夫人就往生了，所以佛陀要入涅槃之前，先到天上为母亲宣讲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。此后，佛弟子皆尊《地藏经》为报答亲恩的孝经。佛陀还讲述了《大白伞盖陀罗尼经》、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等等经典，使无量众生发起菩提心或证得果位，摩耶夫人以此得证须陀洹果。二，因人间有些大众不乐闻佛法，因为佛陀常在身边的缘故，所以佛陀故意离开人间三个月，让人们去想一想，没有佛陀的时代会如何。三，由于僧团开始有纷争，彼此之间有意见，有些人要修解脱道，有些人要修菩萨道，有些说那个对，有些说那个错，所以佛陀故意离开僧团三个月，让弟子有反省的机会。所以农历九月份，我们要庆祝佛陀重返人间，所以这个月叫天降月，要尽量行善修行，其功德福报不可思议，每做一个功德，乘以十亿倍。生命电视与您一同，以菩提心观世间情。